啊，我一个一个队伍说一下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第六名跟第16名啊，还有那个淘汰王50余次啊，听得见吗，狂狮？这队伍都满了，你单人四排吗？加油啊，偏队，推边，好，没人理我，好。加油啊！淘汰王跟第六跟第16啊，别搞错了啊！加油啊！好，没人理我，好，加油啊！第六跟第16啊，加油啊！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又没人理我，加油啊！第六跟第16有队伍啊，记住有那个奖金，记住了啊！那个淘汰王也有啊，好，又没人理我，好，OK，我上去了，好，我上去了。好，45了，开。哎，模拟器就模拟器吧，模拟器不厉害的，没有刺激奖励。模拟器不是那种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没态，关系的。加油，特种兵！哎，好久没做解说了，今天解说一把。今天解说一把，好吧，好久都没做解说了。哎呀，还木乃伊哦，哟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导播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哦，现在有这个导播呀，长段。好，来解说一下，航线是从 L 城到 G 港的一个航线，啊，66个队伍，25支队伍啊，25支队伍，然后看他们跳伞跳到哪，我们的19号队伍跟14号队伍，啊，两个独狼往 K 城那个方向跳，啊，认真躺着，还有木白，不想玩了，往山顶跳。啊，独狼都往山顶跳，看看满编队跳哪。啊，16号队伍往下半部分走，准备找车转移。然后，先等他们跳吧，然后注意导播。现在大家都在空中跳伞，跳的都比较散。哎，13号队伍直接跳宿舍楼吗？哇，哇，七港这把人好多，我的妈耶！1号队伍3个人。啊，跳的下城区15号队伍，13号队伍打起来了，13号队伍，13号队伍是附近有人是吧？附近没人，导播，9跟13，9号队伍在学校，这边要打起来。两三个队，好，清几苏宁飞，哇，3个队啊，12、17、18，好，12号队伍清几，看一下那个，12、17、18，记住了啊，12、17、18，落地打起来，12、17、18，啊，明哲，明哲就是上把干我那个啊。明哲，看看明哲视角，给明哲一个视角啊，给明哲一个表现的机会。18号队伍是谁？哦，18号队伍是字母哥脑袋呀，大老虎。